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咱继续，要再来甲各位研究《大乘大集地藏十门经》，咱看二十七页的上后壁一撮。以能摧伏月道邪论，为欲成熟一切幽静所在佛国色界之主。即马先看一段落。地藏菩萨，伊已经得到即个定力佮智力，所以伊会当摧伏一切月道种种的邪论。等于世尊甲咱讲，若以地藏菩萨的智慧，伊不管所有的外道的即个论点，认可不得，合理者就爱先出去咯。既然有遮尼啊敖，有遮尼啊深的功夫，为甚物伊较毋去成佛？就是要甲你讲，为欲成熟一切幽静。你加上即句话，真正是呢，老婆仔心的，为着要成就咱，予遮个众生早日会当离苦得乐，予遮个众生应该爱去住伫迄个佛国个所在。即款个心性，等于讲众生若无成佛，伊嘛毋愿意失去成佛，就一定爱成就咱，予咱拢去住伫迄个佛国。拢总，逐个人拢知足，拢住咧啊，住伫遐。所以各位，听到即句话，恁若毋修，实在是对不起地藏菩萨。恁若逐工还佫伫遐咧忙啊忙，秒啊秒吼，你真正实在吼，害地藏菩萨毋知佫要加偌久的时间。伊都要成就恁啊，要甲恁送到佛国啊！迄个时阵，伊才要停止啊，互恁大家拢知识伫迄个佛国，停止居住伫遐。所以各位，即个知足，知就是爱停困哦，爱停困安怎？啥物款的资格的人才会当去佛国？爱甲你所有的梦想啦！爱把你所有的思虑的心拢停止呢，爱把你的心归纳统一，专注一境，安尼你毋才会当去佛国住。如果你的心若无专注一境呢，啊杂心五心，啊乱心，叫你坐念一本经呢，念啊一本经乱糊糊。念一个份嘞，哎，佛啊，念到拍鼓鼓，安尼是要安怎去佛国？所以，伊才甲你讲，知足，就是爱停止你的妄想心，停止你的烦恼，停止你所有的遮个呢，会障碍你的念头，拢爱停止。你若停止了后，你就会当呢，跟随地藏菩萨进入这个佛国。所以各位，你到这个段落，你应该体会是安怎地藏菩萨较无拍相烦，甘放下做，
伊个脚骨捡一半，一脚起来尔，一脚是搭咧啊，搭咧迄个莲花顶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佛陀哪会无爱坐两脚起来，哪要坐一脚？因为咱都还无知识啊。咱这众生呢，真正拢是呢，唉，啊无要好好听话啦。啊，灾还灾，行还行啦，啊，无要好好修啦。啊，所以地藏菩萨等于死去哩啊，太平啊，哪敢安详而坐？时时刻刻啦，看到众生需要度的时阵，就爱赶紧爬起来，就爱行。伊就是个内心内底，为着要成就咱，等候因缘成熟，太缘成熟，伊就赶紧要来度啊。所以讲，什么人较亲？你认为讲，阮的亲人上亲啊，阮的爸母兄弟姊妹上亲啊，所以我较顾嘛，爱顾阮家的人啊。你较无想讲，地藏菩萨甲谁上亲？地藏菩萨甲咱上亲呢？时时刻刻都拢咧等候，咱关心咱，恁家的人敢有咧时时刻刻咧甲你关心，讲你即马食袂，你安怎袂？无啊。地藏菩萨时刻在咧甲你关心，拢在咧等候机会，就是赶紧要救咱。所以讲，地藏菩萨真正是咱的至亲啊！你若甲地藏菩萨无法度安尼介伊呢，会亲近，会接近，真正你嘛是伤过呢啊，予地藏菩萨失望咯。下面讲，如是大师虽所知住诸佛国土，虽所安住诸三摩地，发起无量殊胜功德，成就无量所化幽静。释迦牟尼佛佫甲咱讲，如是大师，参像即种的大菩萨吼，参像即种大菩萨，伊也少少啊啦，毋是介济啦。也即位大菩萨呢？是安怎呢？因为伊有佛的智慧啊，有佛的定力啊，所以叫做摩诃萨啊，叫做大菩萨啊。这位大菩萨呢，随着伊所应该居住的诸佛世界，合理讲起来，伊会当住伫佛国安尼。毋过呢，伊随遇而安，伊安住在三昧中，由伊的定发挥。出到无量殊胜的功德，伊随着众生的机去成就无量所应该去教化的众生，伊拢总随时时时刻刻，伊就去度，伊毋免，伊应该合理啦，照伊的功德会当带离呢这个三摩地。但是呢，地藏菩萨为着要成就咱，为着要度众。所以，地藏菩萨无受到伊的这个呢地位，伊原在去成就无量无边的幽静。你咱开经的时阵，释迦牟尼佛赞叹这位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出现的时阵，所带来的导师级的，拢老师级的，都无量无边啊呢。啊，一个导师啊，教化一方呢？安尼你甲想，伊带来遐菩萨所教化的众生，是毋是无量无边？那么，你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内底，大家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、敬意，所以咱千万唔通甲地藏菩萨的这个呢，菩萨的境界侮辱。毋通呢，动不动就甲地藏菩萨当作，因为你是用的，甲地藏菩萨当作是咧，互你看命，互你咧共看因果。你地藏菩萨呢，甲囥离即个呢，属于咧管世人、管遮阴魂的所在，这拢是对不起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的功能毋是干那安尼。若讲今日去甲地藏菩萨呢，甲请来做看榜，啊，甲地藏菩萨当作呢是，你咧办案，啊，那安尼太侮辱地藏菩萨，这真的对不起啊！
所以咱对地藏菩萨的敬心。释迦牟尼为什么要甲咱讲到安尼？跟他同等呢？伊的功力甲伊的所修的形式，甲释迦佛同等啊呢？只不过伊的愿，伊就想要阁做这人工课，谁也勉强不了。因为我都无爱去住伫上一公程度，我都还袂要去住佛国，我都还要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来救这有缘的众生。所以咱若共一个愿，当然你就得度啊。你的愿若甲地藏菩萨无共，要如何度？袂当度啊。地藏菩萨呢的愿，应该各位恁嘛爱去体会。如果你若无地藏菩萨的心愿，那安尼，你要予地藏菩萨救嘛，真难。所以地藏菩萨伊所成就的，咱袂使用凡夫的一寡呢，足粗俗，搁再足，啊，真正侮辱。人讲侮辱人格都袂使，搁侮辱性格，即款的罪真正足重。所以咱希望各位爱好好去体会释迦牟尼佛是按怎要甲咱呢突破，讲地藏菩萨伊的来历有偌深。就是行，咱去做了无边的罪啊！下面讲如是大师，虽诸如是诸佛国土六入莲法地定，由此定力令彼佛道一切有情，皆悉当见诸三摩地所行境界。释迦牟尼佛，佫要甲咱介绍地藏。大菩萨度众生的缘，伊住在一切诸佛国土中，伽罗，啊，伊若进入第一种定，叫做法地定。下面释迦牟尼佛要讲出伊的定力出来，总共伊的定是无量无边啦，但是即马要讲出伊的定力。有二十几种的定力，这二十几种的定力，拢是伊要发、要度众生所进入的境界。那么，伫第一种的时阵，伊发地定的定力，就是要使令去一切这个佛的国土中所有有缘的众生，同时拢会当看到一切三摩地所行的定中的境界。菩萨定中度众生，无处不现，无量不应。所以讲，各位拜地藏菩萨，无一定要地藏菩萨现身才有灵感，因为大菩萨的定力甲心力毋免曲折。伊伫作远的世界，伊毋免曲折，伊就会当救咱遮的众生。是安怎？伊会当安尼做？因为伊有三摩地的定力啊，因为伊有法地定啊，所以众生同时会当伫这个三摩地境界中呢，伊就看到啊。你今日伫遮有困难，你今日需要地藏菩萨度你，你伫这个所在，地藏菩萨伊伫定中就已经知影，都看到啊，需要甲你救度。所以讲起来，地藏菩萨。咱要相信讲，释迦牟尼佛甲咱推荐这位大菩萨，一定无毋对的啦。真正实在是呢，各位福气啦。你若无福气呢，你就听袂到这个大菩萨会遮尔啊殊胜的功德。要你虽然讲有福气，会当听到。就要善用哦，若恶用哦，啊，你就罪过就重嘞哦。所以讲起来，福有遮大，相反倒转来，罪嘛有遮大。所以咱会晓用，你就福报；袂晓用，你就家己感受果报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予咱呢体会地藏菩萨的伟大。第二种的定力。
讲虽诸如是，诸佛国土六极具足无边智定，由此定力令彼佛陀一切有情随其所应，令伊无量上妙恭极恭敬供养诸佛世尊。地藏菩萨随着伊所带遐济诸佛世界中，假使讲伊若进入到第二种定，叫做具足无边智定。这个具足无边智定呢，就是这个定的时间呢长，非常久。而伊定中会当用伊的四蕴为伊所演，用伊的受想行识去演着伊所要做的工作。定中哦，实是伫伊本人的身躯哦，对。所以呢，伊演用着这个定力，会当使令呢，彼佛世界一切有情随其所应。你要求啥，你就会当得到无量上妙种种恭具器具，你就会当成满种种的恭品，你自然就会当去供养着遐诸佛世尊。你会当运用着菩萨无边的智定之力，使令无边众生同时也会当发菩提心，去行供养诸佛，去求福求慧。换一句话讲，各位恁即摆会晓来拜菩萨，会晓来供养呢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力量是啥物人赐予咱的？释迦佛祖讲，讲就是地藏菩萨予咱的力量。因为地藏菩萨伊有即种无边智定的力量，会甲你呢催，催予你呢心内一直想要去做即项工作。主动你就家己会想讲，啊，我要来去呢皈依，我要来去供养佛，我要来呢装一尊地藏菩萨来供养。无形中你迄个心就家己无做到呢，做袂到你嘛安尼喵喵。那么可见，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拢用伊的定力呢，去咧甲咱呢暗中甲咱加持呀，这叫做加持呀，互你呢较有信心的，你毋但会当呢肯安尼去做啊。下面佫讲，虽诸如是诸佛国土六极具足清净智定，由此定力令彼佛陀一切有情皆悉当见诸欲界。诸欲境界，无量过凡心得清净。释迦牟尼佛佫讲啦，讲这位大菩萨呢，随伊所带的诸佛国土中，伊假若若进入到这个第三种的定力，叫做具足清净智力，伊会当断除一切烦恼习气。伊会当呢，使令呢众生离开了障碍污染的这种智慧，所以这个定力会当使令所有迄个国土中内底有情，会当从如来第一义谛之力，拢会当当见一切，因为爱欲所产生的种种境界。因为欲心所引生的种种过失过犯，因为这些过犯呢，若无透过菩萨的定力，你毋知影遮有问题。有了菩萨的定力，互你呢了解讲，咱迄个欲望所引起害咱做偌济业。做偌济好，今日菩萨用着伊迄个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定力，所以希望讲你毋通去贪欲着即个欲心所染有的遮个呢不清净法。伊希望你会当得着清净不染，所以讲世间人若有即个定力。安尼世间就清净啊啦，和平啊啦，嘛无啥物男女污染的恶境界啊。
嘛袂因生着生死不能了，种种的过患啊。所以即个过患就是包括呢，足多啊。过患内底过失甲即个烦恼啊，即个内底呢包括足多，叮叮塔塔。那么可见，咱就是无有即种的定力，所以咱很肤浅啊。目睭拢干呐看着讲眼前的欲望，眼前的快活，啊，拢无想着将来。若是地藏菩萨伊的定力，伊会帮助咱。伊即个定力呢，即种清净地定的定力呢，伊会使令咱会当看透着即个欲望。所以你若修行修到有某一个程度，上经若上有够，念地藏菩萨圣号念有够，你有一天你的心就欲望就少啊。无迄个讲你哪学佛学遮久啊，心咧欲望遮大，袂会越来越淡啊。你都因为你就是呢地藏菩萨无形中甲你加持啊，所以你对这欲乐的思想呢，你就可以除掉。乃至甲讲有一天，你嘛袂着即个男女的爱欲，所以有的人较智慧、较高深的，曾经咱即个原教师遮信徒，有诶男众呢，人迄吼智慧真悬，伊还袂来皈依的时阵呢，酒色财气拢来啦。伊皈依了，迄天呢，我甲伊讲解了，转去呢，酒啊戒、色啊戒，逐项拢戒。连婚也改哦，改到拢无半项哦。伊讲师傅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对皈依迄天开始呢，所有的歹习惯总改。你甲想人这什么智慧，真正实在是欠吐一个尔。合理讲起来，咱若讲今仔日都已经咧修啊，吼、哦，修到某这个程度来啊，你讲老技术啊，你还佫熬婚熬酒，你佫还佫分两，你还佫呢，含社会人同款，还佫搞这些呢，你来我往，啊，这就真正是讲无功夫的人啊，伤过浅了吧？所以咱道道就会发现着讲，这个世间啊，欲就是烦恼，就是过患，安尼你心就清净啊。只要你修到有一天，你无着着讲，这个男女感情爱欲，你心就清啊啦，无着就清啊。啊！你若足注重、足着，你安怎修都袂清啦，无才调清啦。所以人的心会烦，对对来，对欲来。地藏菩萨会加庇你，使令你的心中会当得着清净地的定力。你若得着清净地的定力，我相信讲，面头前甲你摆着五欲的希望，你都袂心善，你都袂爱。为虾米？有定力的人心，心就肝欲啊，肝欲心人就清啊，较有啥？认真你若体会较久的讲，世间啥物物件带会记？世间物件是安怎？你爱足侪，你爱足侪是有路用。安尼你心就放下嘛。所以各位，恁在家居士。合佛了后，若受过戒，若讲一支烟也改袂起来，啊讲哦，这歹习惯拢改袂起来，这真正实在是爱倒去好好忏悔啊哈！啊，拜托地藏菩萨的清净地，甲你加持一下。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暂且讲到这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